好的，欢迎大家收看凤凰杯第85周的半决赛，对阵双方，一个是耐久，怎么又是你啊？都说了不带 OB 了 一个是耐久，一个是浪漫，这个图就是一个 UD 的优势图，人族开分框不好开，主要是，然后前期的话也比较被动一点。这盘耐久会不会继续用狗呢？已经是狗了，已经是狗了。忽然发现他这盘用狗了，那应该是想在人族开分矿的时候去搞他一波了。应该是这个想法。看一下浪漫的首发，大法师。这个地图用 MK 太冒险了，有点一锤子买卖的感觉，太拼了。大法师也是挺怕小狗一波的。这个地图也是可以去开 UD 这边的分矿的人族，远那么一点点。但是如果万一 UD 侦查不到，那这个开矿的话反而会比开左边这边更加安全。所以说看浪漫怎么选择了。网易平台的录像是不能放在单机看的，只能用网易平台来观看。这个东西可能迟点会修复，我真的不知道网易平台那些人怎么想的。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你们以后提到魔兽只能来我这个平台。但他也不先看一下这个平台到底有多少不完善的东西，就这么来搞垄断了。你们觉得这合适吗？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好，赶过来骚扰！一来脾气不好，先给他耍一发 C。但是这个大法师表示情绪稳定，前期双方切磋了一下，并没有什么损伤。浪漫这里的话也没有死农民，好多狗，等下要给浪漫来一波惊喜了要。我觉得不应该这么来浪费骷髅的，这骷髅烧了还是有用的。小狗有没有给他用个骷髅棒？没有，这个吗？用了个骷髅棒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这个必须要提前一波了。这盘进不了天地鬼了。好，稳，刚好，哎，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，对，假装是科技蜘蛛，那么没侦查的，那么太想当然了。这盘看一下这个狗能不能撞到什么东西？骷髅棒给，哎，来早啦，来早啦，人家都还没开挂，你急什么？好，可以打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，干！哇，那么好多步兵啊，双线作战，游刃有余。好像有那么一点压力啊！这条狗没死，这死了一条狗，又拉了三个民兵，人多势众。
这就是人族前期的人海战术。哎，输，这两个野怪还是很坚挺的。一条狗，一个农民，两个农民，三个农民。这里大法师状态还是蛮健康的，感觉大法师要到三的话，这波狗就打不下来了，好像已经打不下来了。有一发 C，等着的，假装没看到，假装没看到。哎呀，好，抢到了，但宝物是浪漫的一双鞋子。还想追吗？他有鞋的，快拉走拉走！待会儿是要到山了，到山了，拉走拉走！你的魔法不能随便用的，这一波其实赖九也很亏啊。死了好多狗，步兵、农民、狗、农民、狗、狗、农民、狗，那绝死了好多狗啊！哎呀，这个还杀不死，有点惨，这波打得有点惨。看一下那九家里面就剩三条狗了。开始转蜘蛛，但浪漫累积了很多步兵。现在浪漫比较需要的就是先把分矿给造起来，然后再买个东西进商店。浪漫已经1:1了，浪漫1:1。我也觉得决赛浪漫打四个可能会好看一点。你教育不了浪漫，让我来教育。好，三级 DK 可以一战，哎，不打这个狗吗？拉走拉走，哎，拉不走了，又送了两条狗，两条狗换一个农民，这大法师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no 一下。追着他，追着他，追不上了，哇，跑得跟疯狗一般。家里已经没有狗了，只有一条狗，在捕蜘蛛。那就想二本压的话，感觉不好压呀。慢慢查了个眼，这个眼是从商店那里打出来的。哎，这不是断了吗？你的药膏。我觉得那局，哎，围住了。我觉得那局应该把 C 留给大法师的，为什么不加回城？你没有 C，刚才那一发 C 留着的话，这大法师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浪漫的围杀是可以的，浪漫围杀是挺厉害的。追着他，哎呀，丢失视野啦！一个不走，一个不追，这两个人。你到底追就要坚定一点啊！对，追着他，不要让他停下来。哎，你追啊，兄弟啊！卡视野了，丢失视野了。刚才，等下力取出来就有一发，看一下能不能终结掉这个大法师。骷髅可以卡一下位，感觉缩进去，大法师要缩进去，强打，强行打。哎，这两个骷髅是伏兵，伏兵，我有伏兵。哎呀，骷髅没了，时间到了，冲不进去，大法师要回上来了，这个血。基本是四个浪漫了，根据这个局势的话，不过也不好说，要看耐久的上门一波。现在耐久不缺木头，再补棺材。等下，
上美一波的时候有两个毁灭加3到4个蜘蛛，还是蛮凶残的。不要小看这一波，很多人族在前中期扛下了亡灵骚扰之后，就会觉得哎，已经稳了。结果一般都是倒在了上美一波之下，所以说想秒杀，差一点4级大法师就顶盾。现在要等毁灭啦，A 这个毁 player's 灭一定要 forces 等，are under attack. 很关键这个毁灭。三本还有1/3，来换家，提前补了个红塔。封矿只有一个圣塔，这怎么算稳吗？A 一般 turret 玩过has 人been 族的 planted. 都知道，封矿你没个5根6根塔是没有安全感的。A player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玩过人族都懂。哎，响尾，赶紧跑！好，狗拉出来，DK 回来了。那也还行，买个骷髅棒，把这个卖了。哎，快修啊！刚才倒了。哎呀，修，修慢了。这个不拉一下吗？加血啊！我觉得这棺材应该加血。哇，这波好凶，加回城了。Players'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哎，这还在追。这两个农民胆大包天，追到 UD 家里来了。群不无敌，二本的话还有一点点塔，好了两根就行了，A player's 只要这 forces 两 are 根 under 好了就 attack. 没问题了。这个塔的位置还挺蛮好的，我这圣塔。就点掉了一根，有没有 C？一发 C 加上，这个塔也快好了，4根塔勉强可以防一下，还是不够。人主要在这个塔亡灵拆塔的时候要来旁边干扰一下，拖慢 UD 拆塔的速度，拖到 MK 出来。没木头啊！哎呀，刚才莫名其妙拉了一波民兵。搞得自己没木头了，这盘不好说啦。那么没木头啦，MK 都出不了，怎么办？现在就算你们单回黄牛，375买个高达，然后500块钱卖给浪漫，他也会买。什么才500？太便宜了！他现在好缺木头，急需个高达。封矿，先拆掉这个塔。哎呀，炸好了，一瞬间。吸，4级 DK，准备有一发 C，应该是要给一下这个毁灭。这里有5根塔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MK 也出来了，现在的话，其实浪漫他也就少了二本兵嘛。一般来说，这个时候应该开始出破法了，但他没有木头。哎，这里要被截杀了吗？是想去买高达浪漫？好，电话暂停一下。现在浪漫分矿的塔差不多够了，已经有安全感了。然后现在就是查那个浪漫的科技兵种，看他会出什么兵。一般来说都出先出破法，然后看情况，情况不对了，那就只能继续出破法。如果情况对了，那就可以攀三本了。
这个车子没被发现，不错不错。因为这个攻城战的话，毁灭没用，所以这两个毁灭是想抓对方的，抓对方练级。这两个毁灭抓大法师练级还是很凶残的，五级了。练了一个吹风杖。这个分矿的话不一定修得住，因为没有地方来站那个农民。圣塔点歪了，两级的猎犬哦，毒都有了，投毒了，投毒了，雾好多的雾霾。哎呀，这个一看就不是北京人，他掉血了这个。NK 也在练。练了一个，哎，宝物，宝物，宝物，在这里，敏捷加六，坑，强拆这个，再不拆，风矿就掉了。哎呀，还拆不掉，这个车子走位还是机智啊，但是后前有狼，后有虎，哎呀，MK，兵甲顶起来，还是死不了，还是死不了，还是死不了。群捕也用了，群捕也用了，大法师用了个群捕，还是没能杀掉这个车子。这走位，这个绞肉车手哥会漂移。战报是托尔金写的，因为他是 WC 那边干活嘛，他这周比较忙，世界总决赛快开始了，所以他就暂时不写战报。好，车子又活下来了。掉掉掉！这车子，哎呀，等下身中雾霾荼毒的人民再来一发 NOA，瞬间全部灰飞烟灭。啊，想杀，差一点，这车子来偷袭。刚才是终于杀掉了第一个车子了。第二个车子没杀掉，然后还在出车，这个车还是很关键的。来个猎犬点一下这个农民，对，点一下他。把车子放上来，主矿没东西出吗？2000块钱一千木头，那么怎么不出兵的？哇塞！MK 要倒，有个血瓶，还好。三级，哇，这个 Nova 打的效果一般，抢劫车子，不敢劫。哎，大法师，大法师冲出来送啊！哎呀，反应慢了一点，DK 是蛮难的，但力气没魔法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靠，你真是够了！哇，你还敢还手？你还敢还手？算了，放你走。哎呦，就苟下来了。这个分矿，主矿没有造东西吗？没有出兵，出了个帕拉丁。怎么说？进不去吗？这个大法师。从这里走，我进不去，我就不进去了。离家出走，哇，这一片好烂啊，有点烂，毕竟是浪漫。我觉得如果能砸一下这里的话就爽了，这里多少个农民啊，三个黑血了，哎，分矿掉了，终于被。打掉了，太不容易了！哇，这群黑血，如果瘟疫能毒死人就厉害了，好厉害！这个技能就 Nova Nova，没有魔法，哇，爽，爽，
他这盘难道那就要赢？不是吧？那么这个时候才开始出飞机，出飞机加坦克来打这个组合，但是现在 UD 的双雄等级很高了，地球快4 DK 快5了，现在相当于一个5级的 DK 加一个4级的猎犬。是想跟那几玩 RPG 啊？现在，那么现在40人口，1300块钱，1600的木头。MK 是不是买个火球？方块没了。这盘买浪漫的。感觉是不是有点慌？地图上的点也没什么点可以练了，还有这个大点，这个大点不太敢练，这个点太危险了，这个位置一旦被抓过来，走都没地方走。虽然说大法师有本回城，但是现在单矿穷，就不要随便用，追死了个毁灭。闪避还可以。最好是个血牌，对浪漫来说最好是个血牌。哎，他就一个毁灭，你学个闪射，你没在逗我？想前后包夹？哎，亡灵大部队被两个民兵追着打，好，终于发现了，我靠，怎么才两个民兵？浪漫的民兵好凶，刚才有两个从家里。追到亡灵家里，追到这里，然后现在有两个明明追着对方来打，好，出了个熊猫打飞机，主矿爆了，UD 家里还有320，这盘绝对是浪漫自己打的有问题，他压了这么多钱，2000，他钱最多的时候有2000块钱，但他没有花出去，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他在想什么。在被 rush 的情况这么危急的情况之下，还存了2000块钱，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浪漫的问题了。被杀死了个骑士，骑士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把集结点设在家里面。这里又开下了分矿了，毕竟是浪漫啊，毕竟是耐久啊，这也能开分矿。不过浪漫现在还没输，好吧，我只能跟你们说一句，浪漫还没输，浪漫拼命啦！前后包夹，浪漫，我知道为什么出这么多飞机了，他是想让这个大法师水元素在地上横行霸道，所以才出这么多飞机的。一个避难，没避难吗？有啊，他应该是想用来避难英雄的。浪漫其实还能打，没那么劣势的。水元素好厉害，地面上水元素，这个毁灭站不住脚啊，有点。那就扛不住，有点留下了个蜘蛛，毁灭又飞起了一个，用来吸水元素，但这个水元素明显不是一个两个毁灭可以吸得过来的。哇，蜘蛛又吸空了，感觉 UD 后期还是有点乏力啊，双英雄打对方三英雄，二打三还是有点吃力的。从古到今有个。最厉害的优势是永古不变的真理，就是人多欺负人少。MK 又有一个锤子了，不能带 OB，不能带 OB，避难权杖还没用，应该是要留着来救英雄的这个避难，但我觉得浪漫的英雄他的，诶，这个紫药瓶可以给 MK 啊。终于用了，终于用了，救了个骑士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MK 准备有魔法了，准备锤子。DK 没魔法的，要不要留一下这个利取？不过感觉留住也杀不死。但这里的话，农民起义啦！农民起义。好，赶紧把紫药瓶吃起来，顶无敌的瞬间吃紫药瓶。DK 有点慌。
哎，DK 啊，小心点啊！吸一下这个水元素啊，先把水元素给打死了。Leech，Leech，DK 没 C 了，说在家里打防守反击。这里，我去，吸着雾霾强行把那几条农民给全部打死了。卡位，好的，但大法师的大法师避让也 CD 好了，杀不死的。哦，又顶了个无敌，这个是 NCF 的连招，但是杀不死，这个 F 的等级有点低，全部又死了。哎呀，就无敌哦，又有一道圣光，真的 RPG 打不过，怎么办？再来发 NC 没有魔法了，吃一条狗。四级利取应该是211的加点了，刚才吃一条狗有机会吗？没有机会，可以把这个无敌换过去，也可以把无敌换过去。现在残局了，怎么办？耐久不起来，现在没钱。耐久的根本资本是自己还有钱。哎，你怎么不加蓝呢？发什么呆啊？那就不站。动都不动。不动了。那切回来，这个 DK 还能救得回来吗？不是吧，掉线了！我看到这个棺材的位置就觉得好奇怪，怎么不给英雄加蓝？那这盘应该算浪漫赢了，算浪漫赢了。浪漫赢了。那，我切出去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对，三方应该出小黑了。怎么来了个诗人？这个叫吟游诗人，走到哪里吟到哪里。交汇去什么意思啊？马上连回来吗？哦，他在重连。哎呀，我还是暂停慢呢，我还是暂停慢呢。哎。不留啊，不可能留局啊！这个局面浪漫稳赢了，我先暂停一下这个，要不要暂停一下那个什么？暂停投注，算了，不暂停不暂停，这没意思。我给你暂停晚了2秒。感觉你的 DK 要稀去了，DK 没死，DK 没死。DK 还没被围住啊！我看，我看，我看，哎！哎哎，有回城，有回城，回城还能玩，快跑快跑！你看没死吧？哎呀，靠，回城了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
血崩。刚才回城还能再打个5分钟，现在没回城了。啊，耐久还能打，我靠，他表示还能打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？我靠，这也还能打吗？哎，补到了，毁灭好像补到了这个经验。我又补到了。三个怪补了两个怪，这两个毁灭，好，没事，我 DK 又回来了。但这个回城，等下就可以卖掉了，这个回城可以换个无敌，给英雄加个蓝什么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浪漫应该让一下的，刚才别人掉线了吗？就不应该追，讲道理的话，不过追也没问题，对吧？因为他已经连回来了，追也可以，不追也可以，看个人。哎呀，反补！听说你想提我的经验，想多了。不能出龙的，UD。怎么可能出冰龙来打人族啊？你们还是搞笑啊！要买 DK 啦，买了，可以买了。DK 有个蓝屏，很多人都说 UD 打人族出冰龙，你觉得会有这个机会给你出冰龙吗？不可能。最后一波了，最后一波了。浪漫想拆光对方的建筑吗？杀大法师没什么用，预防 C 打上来，但是有帕拉丁在的，帕拉丁不跟你讲道理的。我觉得还是可以先打骑士，可能会比较好。这里有个狗，哎，这两条狗怎么在外面？你们两条狗在外面。根本就打不动，妈的，你还想走？哎呀，完全打不死这个大法师，好硬，有圣光，DK 死了，走掉了 DK，真好过分啊！哎呀，好无力啊，这个 DK。好无力，好无力！哎，帕拉丁没蓝了，这是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，怎么办？想杀帕拉丁，帕拉丁有魔法了又，准备反杀，小心反杀。MK 有魔法就可以反杀了。刚才 DK 走的这么靠前，对吧？如果两个矮子回一下头。DK 不就走远了？卖了个回城，买了个无敌，还想追？现在怎么耐久跟打的要赢了一样？明明是劣势，打的跟要赢了一样。那么现在三英雄，这三兄弟，我靠，RPG 简直无解。骑士又来换家了，哎呀，要被拆光了呀！浪漫啊，耐久要被拆光了，好惨啊！怎么办？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吧？应该勉强来得及，来得及吗？好像来不及了啦！快走啊！赶紧的，怎么走这么慢啊？这群废物！DK，你不应该用光环带一下你的部队吗？哎呦，啊，GG 了，GG 了，好可惜。